殿下，可以了。辛苦了。长月，日后若有什么需要，直接差人找怡轩就好了。哦，对了，这个给你。这是何物？你灵力耗损过大，我炼了些百花固元蜜，喝下去可暂缓你身上的痛苦，助你灵力恢复。多谢。宇轩，还是你对长月细心。是属应该的，看来殿下对于轩姑娘真不一样呢。你从哪里看出来不一样？从前殿下可是谁都不让碰的，可是如今怡轩姑娘便能给殿下处理伤口。从前姥姥想安排人进殿下宫殿，可都没成。如今啊，殿下便答应让怡轩姑娘过来。你懂什么？咱们殿下那是为情所伤，才变成如今这个样子。哎呀，总之，这事儿就怪人间那个薄情寡义、忘恩负义的女人。姥姥，嗯，那我先出去了。嗯。我看怡轩对你倒是挺细心周到。姥姥，之前请您查换孤针一事，可有线索？我自己查过藏宝阁的出入记录，但都已经被抹除了。看来此人早有准备，能进藏宝阁的人寥寥无几，会是谁呢？殿下都已经在这树上躺了一天一夜了，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走吧。殿下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姐姐又晃动了。最近晃动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了，再这么晃下去，这结界迟早要破。都怪那个齐元宝，要不是他突然出现，吃下您的心魂，恐怕您现在早就飞升，巩固我们北冥的结界了。要巩固结界，也不是只有天狐飞升一个法子。对啊，殿下你提过，北冥实际有记载，什么法子？假如天狐不能飞升，可以将自己的灵力和灵体在离仙台炼化20日，可铸成全新结界，此结界固若金汤，坚不可摧，可保百年。殿下，您该不会是想……也的确到时候了。殿下，姥姥，姥姥不好了，姥姥，又发生什么事了？殿下。殿下他去离仙台，他要把自己炼化用来巩固结界。什么？姥姥，长月身为未来的天狐，未能完成身父的重任，反而永失心魂。长月早已罪无可恕，如今天狐飞升，已无可能。
长月愿献出自己，巩固结界。你这么做，自己也会灰飞烟灭的。巩固结界，守护狐族子民，乃长月本分。长月心意已决。殿下，我们肯定还有别的法子的。殿下，长月，好了，长月，姥姥，难道真让殿下炼化了自己吗？我现在就去阻止他。不必了，长月的心思我最了解，他决定的事情没有人能阻止得了。不行，我实在放心不下，我也要去看看。难道我们真就这么眼睁睁看着长月炼化自己吗？自然不能。姑姑有法子可解。我没有。但总归有人有方法。